我觉得国内的男生他可能更注重行动吧，可能言语上不会给你那么多的情绪价值。嫁到韩国的中国女人日子过得好的没有几个，不说别的，韩国男人普遍哈、啊、普遍都有大男子主义。韩国男人都是骗子，都是骗子，都是骗子。누군가가아무리조롱을해도대한민국남자들에대한이미지는전세계적으로좋습니다러시아를중심으로동유럽국가에서는남자가술에빠져살지않고일만열심히해도최고의남편감이라고말할정도니소처럼일하는한국의남자들이인기가많을수밖에없죠실제로저희아버지도주말없이일을하셨고어머니도그런아버지를내조하시며집안살림을뿌리셨습니다특히아시아국가를중심으로서양권까지대한민국남자들의섬세함은확실히다른국가와차이가큽니다문제는이러다보니한국남자는호구수준으로여자에게잘해준다고이를이용하는외국여자들도있습니다爱情是婚姻的坟墓里我绝对赞同我感觉自己一个人是最好的状态会考虑多大结婚我觉得我应该会是闪婚类型的在韩国那边待了多久快7年了吧你觉得那边的男生跟这边的有什么区别韩国男生他讲得很好听因为他情商很高但是做不做不一定然后每次约会都会给你准备惊喜但是他对所有人都这样我觉得国内的男生他可能更注重行动吧可能言语上不会给你那么多的情绪价值那你觉得自己是渣女类型我觉得我不是渣女但是我很自由吧能接受一个比较强势一点的男朋友接受不了一点我希望他可以臣服于我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强势的多 S 이렇듯바보같은정도로친절한한국남자들을싫어하는여자들이존재하는데요그중한국가가바로중국입니다한국人说的女人味到底是什么呢我曾经有一个韩国男朋友他告诉我你太没有女人味了我怎么没有女人味我问他你认为的女人味是什么他说我俩吃饭之前给他摆好小块还有给他倒杯水然后他吃完饭给他递手指那你找的是妈妈吧这要是所谓的女人味的话我不要有女人味韩国大男子主义还是很严重80后90后的男生都是看自己妈妈长大的所以还在停留在那个时代我长得又要漂亮身材又要好然后还要给你服务还要自己掏钱방금영상의중국여자는진짜로80년대에한국을방문했던걸까요지금어디를가도여자친구에게밥먹기전에식기를준비하고물을따라오라고강요하는남자는없습니다이런남자는오히려남자들사이에서욕을먹기때문이죠한국의대중문화를통해한국을좋아하는중국인이늘었다고해도중국인으로서한국인을친밀하게대하는건또다른이야기입니다그래서이러한황당한영상들이만들어진겁니다실제로중국의온라인커뮤니티에서는한국남자에대한이미지가거짓말이라고주장하는영상들이우후죽순생기고있는데요한국남人都是骗子都是骗子都是骗子我跟你们讲啊大家千万不要相信电视剧里面那种阿姨啊什么欧巴浪漫啊那都是骗子那都是演给你看的前段时间我过生日啊在这位大哥给我生日礼物以后呢说啊其实是想莲花一起给你的但是呢啊后面我就没听见他的理由了反正我就一句话花呢大哥说好你等着自那以后我就一直心心念念我的花霸王我虽然是一个钢铁直女但是恋爱中的我期间呢就刚好听了一个故事就是我朋友的男朋友啊在这个重要的纪念日给他送来一把在地铁站买了6000块钱的花当时我们都惊呆了地铁站6000我勒个去但是呢听到这个故事呢一边是为朋友感到担心一边也是为我自己感到担心怎么讲呢就是哎你大哥怎么这样还有房子的这件事情的发生我就提前给这位大哥发去了短信我说大哥我有一个朋友啊男朋友送了6000块钱的花其实在地铁站买的啊你就是这一束花它是假的肥皂做的大哥那天呢整了一个那个杂货店的袋子我心想哟那哥们是杂货店给我买的后来发现是想多了他把这束花拿出来的时候看这个颜色其实我瞳孔地震了一下但是啊我们站在麻辣香锅店的门口戴着口罩他说让我闻闻讲道理不讨厌啦不讨厌就是觉得有一点心情有点复杂反正不会的呢都是骗子怎么会有大男子主义的行为呢给大家简单讲一下韩国的这个历史首先封建社会的时候韩国和中国女权都是很低的现代的社会的时候中女同工同酬有这个意识了但是韩国没有这样的意识作为韩国人我死都不会嫁给韩国男人
我从小到大的所见所闻，凡是嫁到韩国的中国女人，日子过得好的没有几个。不说别的，韩国男人普遍都有大男子主义，就是你娶进来的媳妇儿，就本地的媳妇儿，就像你们在韩剧里看到的，对公公婆婆都要毕恭毕敬的。有些中国女孩子看完韩剧之后，就觉得啊，欧巴好帅呀、啊，好暖男啊。这嫁给韩国欧巴之后的生活就是一屋二人三餐四季，毫不惬意。我告诉你，不可能。你们婚后可能会有那么三五年的甜蜜的生活，但是人到中年之后，当你步入中年之后，你不伺候公婆是不可能的。而且如果你老公是他们家的老大，那老大儿媳妇的责任可是很多的。他要是有个弟弟妹妹的，你也不能不管，而且你还得看弟弟妹妹的脸色。家暴那都是家常便饭，一言不合一大嘴巴子扇你。你那个时候已经中年三四十岁了，你离婚吗？没有几个敢离婚的。嫁到韩国就过得不好的中国女人，她们爱面子。哦，我家里有很多韩国的亲戚，韩国人的家庭观念跟我们中国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儿媳妇的家庭地位就是最低的。你也不要觉得韩国是很发达国家就怎么怎么着了。我告诉你，我最后一次去韩国是2018年，我之前每年都会去韩国。韩国人的生活水平比中国人差远了，他们连西瓜都吃不起。이러한영상들은단순히한국의남자들을깎아내리기만하는것이아닙니다이영상들과함께인기를끄는영상들은바로중국남자들이전세계에서가장인기가많다는내용의영상들입니다我国外娶比例超过 60%， 中国男人啊要成为抢手货了。根据20年民政年鉴数据登记的17000人当中，有10000人是嫁来中国的外国新娘，广西比例全国第一，外其中啊大部分人都是越南新娘。近年来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外国女性选择来到中国，寻其是在西方国家当中情况完全不同。女性的独立意识相当强烈，她们往往更加注重双方的感情基础而非物质的牵绊。她们认为金钱不应该成为束缚爱情的枷锁，因为她们更加倾向于选择和自己背景相同但是志趣相同的人共度余生。只要觉得你这个人是真的好，她们不仅不要房不要车不要彩礼，自己还得倒贴钱嫁给你。现在啊，越来越多的老外前往中国发展，不管是外娶还是外嫁，在未来的趋势里肯定会日益见长。在国婚姻作为一种新型的婚姻模式，正在逐渐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青睐。이러한분위기는단순히인터넷에서만존재하는것이아닙니다중국의공중파에도이러한방송이버젓이등장합니다나하는소다코스강토샤소고에샤당이거잡고다하는거잖아이영예인은한국남자의신체부위를조롱한것입니다해당영예인은평소에도필터없는발언탓에구설수에오르내렸고이후에는심각한몇건의위법행위때문에대만은물론중국에서도활동자체를못하게되면서점차잊혀갔습니다그렇다면중국인들은이러한영상들을보며어떤반응들을보일까요한국인들은김치만먹고고기는못먹는상황인데무슨맛나온다한국은유럽과미국문화의영향을많이받은것같아요다른사람의자유로운사랑을흉내내고싶지만남녀평등을이룰수는없어요한국여자들에게안타까운마음이듭니다한국에서는사구려소시지를먹는것을고기먹는것으로간주합니다 TV 에서한식방송을본기억이납니다제목은오늘고기드세요였습니다거기에는한국인들이사구려소시지를튀겨먹더니고기를먹었다고좋아했다한국의영화마케팅정말대단해요아직도그걸믿는분들이너무많은데부족한게많을수록이런곳에많이넣는거죠그들은문화와역사에서도가진게없어서우리에게많이훔쳤습니다그들은우리뿐만아니라유럽과미국에서도훔쳤습니다어렸을때어머니와함께봤던한국드라마에는며느리가악랄한시어머니를두려워했다한국인과결혼하려는사람들은무슨생각을하는지정말모르겠습니다한국아이돌드라마만보는걸까요최근한국이중국문화를훔치고있다는사실을꼭주의하시기바랍니다이것은정말농담이아닙니다그들은정말로모든면에서훔치고있습니다그들은그것을가져가서다시포장하고전세계자기것이라고주장합니다한국남자들은동아시아에서가장쓸모없는놈들입니다중국이나일본에패하고지금은미국에의해탄압당하고있습니다현상황으로볼때그들은절대로뒤집을수없습니다개개인의능력자체가한국남자와월등히차이가나는중국남자들이도대체무슨자신감으로이렇게날뛰는지잘모르겠지만개인의차이라는것이노력을조금한다고좁혀지는수준이아니므로우리는우리나름대로열심히살면될듯합니다오늘영상도마음에드셨다면주변에공유해주시고좋아요와구독부탁합니다